上班族有这法宝就是美，是上班族的一个法宝，是擦上去啊，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亮。好亮！你的办公室可以有一支这样的小支的，跟一瓶这种小瓶的油，然后就一样喷在这上面，就是从上面这样梳，它尾巴的亮度。精彩内容即看《女人我最大》。